今天好像第一次体验到1200的地方录音这样子，然后开上来其实真的蛮高蛮颠簸，感觉蛮值得的啦。嗨，嗨，你们好。因为今天天气比较雾蒙蒙的，所以还没有办法搭帐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先来煮个咖啡，来向各位展示。之前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天气，问题真的蛮美的。鲍鱼有时候在那边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比较专注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在山上，或是因为你了。你等一下，等那个天空再开一点，我们去打仗。带你一起去打仗。你再休息一下，我快弄好了，好不好？第一次遇到边下雨边拉钟啊，就是阿弥陀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天空就放晴。来 ，Hanbu Pen Hanbu Hanbu 那个，好，把这个遇到。This is for you。来，给我坐一下。给你坐。Present in soul. Cheers.